陈经理好，请问是不是你叫我的车？不对，我爱你去黄泉路，麻烦你驶较紧。那是你啊，你来叫我的车？叫你的车，嘛是要叫你做司机啊？安怎？我想要载啊？不对，我这台不是粪扫车，我无你载粪扫，麻烦你赶紧落车。你不是就是欠钱，所以才会来找车？哇，是咧甲你捧场呢？无需要，我无欠你这个人客。落车。即摆是安怎？你即摆咧赶人客哦？我就无爱落车，无你即摆是啥安怎？落车。叫伊落车，你是无听的。你莫去甲动手哦！你莫去甲动手哦！救人哦！救人哦！您先送下，放手。您写完先啊。警察先生，我拄只哦，叫列车讲要坐啦。我若知我是上车，伊就起来共我拖落来，佮对我起脚动手，害我的手哦拢闹着啊。哎，我手表嘞，拄只上车时阵明明佮伫个啊。是你太早了，对不对？警察先生，伊偷摕我手表，一定是伊拄只哦。搞掉来的时阵偷摕我手表啊！我真正唔知道你在讲啥，更加唔知道什么手表啊！我对你的物件根本就无兴趣。警察先生，若是无其他代志，我先离开啊！我阁有工课要做。你袂使走啊！警察先生，伊偷摕我的手表啊！你即摆袂使放伊走啦！海仔，你即摆代志还袂调查清楚，袂使走。警察先生。这人本底就甲我有恩怨，你根本就是超过伊在找我的麻烦，我绝对无摕伊的物件。好啊，那呢，你到警察瞧你的身躯来证明你的清白嘛。啊，那你真正无摕，我就袂去甲你追究啊。哦，安尼就麻烦警察先生啊。那是证明我的清白，我马上离开。我无想要为着这种人耽误我宝贵的时间。这根是你的手表啊？没错，这支就是我的。哇，你搁讲你无摕我的手表啊？你有开房啊？你就是一个贼啊！警察先生，你到底要我讲几届？我无摕伊的手表，我嘛唔知伊的手表是安怎伫我那袋内面。啊无，照你的这意思，是我手表家己生卡，走入去你的那袋内底啊？我要哪会知影？我无摕就是无摕啦。啊，若无安尼啦。恁摕手表去做鉴定嘛，看顶面是毋是我的指纹嘛？哎，好啊，我知影你叫小面皮，为了讨生活吼，才会去做这款代志。啊，不要紧啦，你若真正需要钱吼，甲我讲，啊，看是钱还是手表，我拢会使送你啊。就算我真正散车到无饭头食，我甘愿做伊甲人分，我嘛袂去摕你的垃圾钱啦。哎呦，啊，毋着照骨气的，无毋对啦。飞天吼，你未婚妻足够赚的，你着翘脚做你的小白脸就好。这是阮两个人的代志，你讲着子龙是要创啥？安怎？去予人讲食软饭的袂爽？我讲的嘛是事实啊！你未婚妻毋是直播主，啊，凊彩卖一个笑，甲人食一顿饭，哎呦，你赚几万块呢？啊！你一天走车十点钟，敢有伊一点钟坐？啊，对啊，哇！实在迄足济大头家对伊有兴趣，你想要赚钱哦，我会使帮你牵线。你即马是来做啥？你讲我了自从你讲之外，你卖只假情歌啦！你唔是伊的经纪人吗？哈！我看哦，你唔但想要去做饭局妹，佮想要去赚皮肉钱啊！安尼只张摇钱树，唔只会发挥上大的价值。你赶快起来！我哪会这么冲动啊？明明就知影阮是超过伊乌空给我跳，我搁讲我跳袂起，甚至伫个警察面头前，叫伊去甲起家动手，我真正是……喂，莫后壁来啊，脚有份的。
即马时间愈来愈晚，若是唔赶紧打电话叫人来处理，一直让人关伫个遮嘛，毋是办法。凯宏，我当然嘛知影你是好意啊，只是遐钱是加开，啊，若是会当欠落来，就加减欠嘛。反正你即马是嫌我赚了无够济嘛，才会害你过到遮尔辛苦。你敢一定爱遮尔啊烦？我是倒一日咧嫌你啊？那是叫志同归来，一定一开嘴就开始咧怨叹，搞不爱了钱。啊，不过嘛袂当打电话给爸，那是甲伊讲起阮的代志，只是我爸加操烦了尔。即马打电话也毋是，毋打电话也毋是，我真正要压十死啊！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啊？凯宏，吴小姐，我是廖凯宏先生的律师，这是我的交保申请，拄则伫外口拢已经处理好啊。苏祖清先生已经嘛已经解释，一切拢是误会。凯宏，你别烦恼，我的律师会处理好所有的代志，你马上就等交保出来。你哪会来遮？而且，佫要替我办交保。嗯。好佳哉，我有去车行找你，我才知影你发生这款代志。然后，我就随叫阮家的律师来了解状况。拄则，阮伫外口，甲迄个人已经讲好和解的条件啦。迄个人听到了后，足欢喜的，伊就随讲啥物，这一切拢是误会。这无可能啊！伊就是超过伊来找我麻烦嘞，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帮我刷？只要是钱会当解决的代志，拢总不是问题。安尼搁较袂用诶，伊就是针对我来，所以一定会狮子大开口啊！我袂当让你为着我先出一笔钱。搁再讲，我即马无迄个材料啊，随从钱出来行李。凯宏。你安尼讲吼，是毋是伤过差分啊？之前你为着要保护我，搁受伤，你敢有甲我计较？无嘛，所以吼，我不准你甲我计较遮尔济啊。好啦，有啥物代志出来再搁讲啦。好，你安尼去啊。行啦，其他问题就交予律师处理。小姐，你莫阁叫我吴小姐啊，叫我莹莹 ，OK？ 莹，你先看一下菜单啦，看你要啉啥还是食啥，等我来付。你安尼甲我交保出来，我请你吃一顿饭，也是应该。你安尼讲，我就无客气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嘛爱先讲，这对我来讲真正是无算啥，就亲像你顶个甲我求共款，拢是举手之劳。所以吼，你莫甲我客气。你头拄仔讲的话。江山就我较早一个拢知，什么这无算啥，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过去的我确实是一个会当常常帮助别人的人，无参像即马。凯宏，自从你甲我救了后，我就甲你当作是我真好的朋友。我这个人吼。个性就较直啦，若是有啥，我就会直接讲啥。虽然我毋知影你过去发生啥物代志，啊，毋过人生吼本来就是安尼起起落落啊。就算你即马拄着啥物不如意的代志，嘛无表示讲你未来袂成功啊。这就算是哦。
钻石嘛要经过打磨，才会当发光发亮啊。多谢你讲这话，给我鼓励。啊，不过这款安慰话就免啦。毕竟今摆落水的人是我。凯宏，放弃吼是足简单，上困难的是坚持。我感觉啊，跌倒一点啊就无恐怖，上恐怖的是你跌倒了后，无想要再站起来。有时阵，天公伯今摆无予你你想要爱的，毋是你无自见的，迄是因为天公伯有感觉你有待你搁较好的。阮阿公吼常常甲我讲，艰苦头快活尾，这个意思是讲吼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你今麦的失败吼，拢会是未来成功的养分啊！凯宏，你一定要有自信，我相信你一定做会到的。奇怪，弄这么久啊，何不先拿一杯来点菜？无你先看菜单啦，我先注意个何不先。我，这里。我无安怎啦，我先注意个何不先。应该是我傻掉。Ryan， 你今日甲我斗三工，我欠你一届。好天来破大